刘大爷，靠我平时啊！
我叫王宝银，打小就在这条鱼龙混杂的胡同里长大。哥俩您听说过？这胖子是我发小，这公子古玩是我们俩共同的爱好。这个妹妹，可她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江湖骗子。看在今儿个你这家有名的份上，旁门我都不带卖了。这人叫王卫国，小时候总是听人说他是文物局最厉害的专家。20年前，他带队执行任务时出了意外。刘叔是当年那起事故中唯一的幸存者。哦，他还带回来一个玻璃罐，可惜后来碎了。没过多久，刘叔也疯了。关于我梦里的那个地方，我充满了好奇，其实一直想问问他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糟了，开车的，好大架子！你有人请示一下。我是不是跟你说九点用车啊？你看现在是几点了？我现在送你过去吧。不用了，去也没用的。晚了，局长。局长，我错了。哎，行，不用，不用说了。你加入农机小组的申请下来了啊？没通过。没通过？局长，3年前我就申请了，没通过。你说我工龄短，行，我认了。那现在又是为什么呀？哎，自己看看。王卫国，王卫国，他都消失20年了呀！他工作失误跟我加入农技小组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是组织的决定，你还是自己反省反省吧。这不是鉴定文物的王大专家吗？什么专家呀，就是个司机。就是，以为他爸是在文物局工作，自己也只能沾下点闲气儿了。小声点，再说了，就算王专家去了，不也没回来？
想了很久很久，没有降魔剑，我就破不了虚妄去八分神医。你满脑子都是虚妄。好一个能挡百万雄兵，可惜这中穆桂英挂帅只讲到大破天门阵。师妹，你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？他在古浪峡中了埋伏，半间春心而死，西夏名酒把他的头割下来示众。滚！这次又没通过，啊！这工作最重要的是啥？这工作最重要的，我跟你说，啊！我去！我去！行了，别跟那杵着了，赶紧看看咱之前的东西还在不在吧。认不认识什么行家？大仙，张大仙，张大仙，大仙好雅兴啊！庚午年，戊子月乙卯时，煞男，时冲甲午。天行地兵忌入宅。哎呦，大仙，我不是有急事找您帮忙吗？我就是想找你打听点事。不知道。胖子说你什么都知道，他还说你们搬山盘。我不知道。大仙儿，大仙儿，你看我人都来了，你给个面子吧。东夷有宝船，不在沧海，在天山。黑山，遮天路漫漫，八门无量生祸端。你这徽章哪来的？家里的。
你是文物局的人。开车呢？八幡神域乃十死无生之地，至阴至邪。你一个寻常人，为何想要了解这些？我就是想知道，那里头到底有什么。虚妄，一切你能想象的，那儿都有。八爷，那咱得去啊。他说想啥来啥，那咱要是找着了。我劝你们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。最近城中有人在打听神域之事，毕竟知道这个事儿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。
我一定会把东西找回来的。他怎么憋死了我？小爷，我堂堂七尺男儿，我遭这罪，我。二位打算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？跟衙门死磕到底。他们有火气啊。那怎么了？啊？那谁还没点趁手的家伙事？他们应该动身去八番审狱了。那我们就去八番审狱。老爷，这车哪儿偷来的？文物局。你有办？来，等咱去了徐王，咱他妈也弄一辆啊！你要是见了那帮人啊，就惹上徐王。那回是他们跑得快，这回我要替天行道。嗯，大姐，您听我说话了吗？这一天天老跟您那耗子玩啊！对了，你爸不是文物局的人吗？他没跟你说过什么？二十年前就什么都没说。大家更快了。正所谓，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到底靠不靠谱啊？这不是找不着路吗？我说郑大仙儿，你这好歹也是这个半山脉的唯一传人，我就没点办法呀。哎，你看啊，这儿的山丘比咱们刚来的时候要大一些，所以呢，哎，你们看那什么？别动，那是沙鼠，很危险的。你怕你我会怕个耗子？Thank you.
跑啊？当然是跑了。刘健。来了！
王宝银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为了找到八幡神域，你连累了所有的朋友，现在他们就要死了。真像他呀，宝银，你醒了，一睡就好。是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米莉，是他们兄妹救了咱们。谢谢你们。不用客气。米莉。没事吧？好着呢。队伍的领袖叫一声强哥不过分吧？对，强哥带我们来沙漠旅游。你们就不该这个季节来，风沙大，慌得很，没什么好玩的。我哥说的对啊。艾米丽，你们刚才的祭祀是在祈求什么吗？那是我们族的传统，每到月圆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祭拜邪神。那你们为什么要祭拜他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们的祖先想要找到水源的源头，看能不能把水引流过来。于是他们就沿着隧道，顺着水源，一直找，一直找。最后，他们找到了一艘悬挂在天上的大船，
前，找到了通往天国的路。那他们真找到去天国的路了？嗯。不过过了没多久，一位年长的长老就写下了我们刚才唱的歌谣，不久就感染了疫症，死了好多人。啊，那你们一直住在这儿吗？100多年了，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。100多年？那你们就没想过去外面吗？怎么没有啊？我们必须遵守祖先定下的规矩，留在这里，敬畏邪神，不可以随随便便离开我们的家园。那还有其他人来过这儿吗？没有了吧？哦，前几天我哥在怪石沟那儿发现了一些车胎印。怪石沟？嗯，哪个方向？你们对这些其他人很感兴趣的。咱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，遇到黑沙暴的位置在这儿，而米莉说的车辙印在这附近。很显然，他们没有遇到黑沙暴。那既然位置已经找到了，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出发吧，这样还能有机会追上他们。这是什么呀？就是地图上所显示的八分神域。你们看，那是什么情况？Ah! 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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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h!
不要了，走了，走。快啊！胖子，胖子，跑跑！你这是干什么？他们要去神域，那里神圣不可侵犯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冒犯那里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问你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了我们的族人。为了咱们的族人，你就可以滥杀无辜吗？哥，你说他们是无辜的？郑大仙儿，你跟楚江平到底什么关系？谁？什么关系？谁是谁的关系啊？说吧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过来？你有你的目的，我也有我的。我什么？谁？啊？谁？谁谁谁？谁跟谁的目的？什么目的？之前在营地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吃任何的东西，你在避开所有的族人。一开始我以为你是在警惕他，现在看来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大仙儿，你是不是真知道点什么？还有之前在疗养院，怎么这么巧你就出现了？姑奶奶好心救你，你竟然这么说我？那你到底为什么要跟过来？那我只能当你跟他们是一伙的。谁呀？谁是一伙的？王宝烟，我受够你了！你从一开始就不信任我，是我把徽章弄湿找到地图的，你呢？故意不告诉我入口的位置。那是因为你在利用我们找到入口的位置。现在好了，地图丢了，我们对你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利益的价值。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了。是，我一开始我就利用你，王宝烟。就凭你想来八幡神域，文物局给你停职了，你没事干了是吧？记住，你就是个开车的。哎呦喂，邓大仙，你都快看！还有你，你知不知道你戴这破项链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人家送你上路呢。大仙，胖子，走。宝爷，宝爷，宝爷，听我说，宝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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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，胖子，怎么了？浑身没劲儿，我，哎呦，浑身没劲儿。吃点啊！起来，能走吧？走。
米粒，王八蛋，要上在，你能活到现在？你这样丑报！走啊！
找着了，胖子，找着了。这应该就是米莉所说的，他们祖先走的庙屋。走了，宝玉。哥们下去，万一钥匙交代在这儿了，我想麻烦你个事儿。啊？哥们真有一件嗑药，就在我那床头柜上，用我的红裤衩包着呢。我万一要是在下边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可得帮我收着哦。别说这些没用，胖子，咱们俩一块来的，就必须一块回去。来，哎，胖子，啊，什么声音？因为刚才的爆破，这里的地质结构变得很不稳定，我们小心一点。好，胖子，胖子，胖子，醒醒，胖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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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，胖子，胖子，和你没关系。你杀山和什么劲儿啊？当你的搬山派唯一的传人不好吗？就是小魔姐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想到这个地方，可师父却说我心术不正。
他把我逐出了师门。少废话，救出小魔姐。师父怎么死的？你有兴趣想知道吗？那天晚上六强才像个人话吗？哎，那你为什么来啊？为了我爸。算理由吗？算。胖子呢？醒了醒了，强哥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啊？哦，疼！哎呦，哪疼？哪疼？这，对不起，强哥，我哥他不是有意的。啊，嗨，都过去了啊，没事了，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，是不是？只要你没事就行啊。你们俩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呦，强哥腿受伤了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来，我帮你包扎一下。第一个萨满祭祀受到了神启，
得到了一个从天而降的灵物，它能够通往天国之路。一千多年前，这个宝物遗失在大海之中，后来被一个女孩得到。
什么东西？这是呀，你胖子，因为你的到来，我的兄长，我的族人，他们全都死了，你要为此付出代价。米莉不是这样的，米莉，王猛人，我们奔山派的基业就葬送在此了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博宇，我不想死，我害怕，我不想死。胖子，他们全都死了，你要为此付出代价。王某爷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某爷，某爷，你得救我，某爷，某爷。强哥，还是。
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他们身体里是一种植物神经毒素，中毒以后啊，人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会受到影响，也就是说会产生幻觉，对时空啊，对这个时间都会产生错觉，甚至会出现自我歪曲、妄想，还有思维分裂的这个症状。那会不会影响他们以后的生活？不会产生后遗症的。那
就好，那就好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先忙了。好。老爷，行了，局长，今天说好了，你开除我可以，越野车我赔不起。嗯？什么越野车？老爷，你醒啦？就差你了。老爷，上头打算重组龙记小组。龙记小组，欢迎你加入龙记小组啊。已经成活，真的？我不。